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电影《走路上学》的编剧导演彭晨。《走路上学》是一部讲述中国西南地区茶马古道上一对姐弟溜索上学的故事。它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，相信不少韩国朋友会被娃娃和娜香这对姐弟的真心真情所触动。电影上映前，希望各位多多参与支持该片的公益慈善众筹。 多谢各位，卡萨米达。中国的国家，看看，那该多好啊！孤帆一片日边来。啊，姐姐不也是一个人？我也要上，我早该上了。 小朋友，你是哪个班的？子雕吧。哎，你们快去报告！我要上，我早该上了。你们这件事是要啥学生啊？孩子，你在清晨时走上那条路。 风有些凉，小小的身影有些孤独。姐，上学了该。嗯，这是菜，这是菜，这个菜好吃。懂事的孩子不会大声的哭。上学真好，有这么多的人一起玩。如果那个国家，看看那该多好啊！你在不安中走上那条路。